最后来看到阿尔卑斯山脉近日出现了粉红色的冰川，意大利专家表示说是一种雪衣藻让冰雪变成了粉红色。在藻类未出现的区域呢，冰可以以80%的反射太阳辐射，而藻类出现之后，冰面变暗，降低了冰的反射率，这就意味着冰川会融化得更快一些，应该提高警惕。